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刚回美国啊，要开学了，怎么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？不是说好一起没朋友，一起当工具人的吗？而且我这辈子甚至还没有进去过内衣店呢。我跟你两个人都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况且那天我只是经过内衣店而已。可恶！所以之后我跟他一起掉到水里面，你会先救他吧？不，我会先去买鸡排，是因为在我们掉进水里面之前就肚子饿了吗？没错，鸡排会切吗？我不喜欢切。哼。你还是像以前一样这么喜欢吃鸡排呀？你错了，鸡排只是烟雾弹而已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蒸奶，少冰正常啊，是吗？蒸奶喝多了，有时候会很想大便，乳糖不耐症嘛。没错，但我还是太大意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比较喜欢喝蒸奶。哼，你还太嫩，亏你还是工具人联盟 S 级工具人排名第四，人称戏服 King。那些都是过去式。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偶尔帮学妹修修电脑，然后每次都被学妹说学长没有错，我就快一点了的废纸。哎呀，醒醒吧，你根本没有学妹，你就去监狱里好好的反省吧。可恶！小朋友，看完这个影片，请问为什么蒸奶喝多了会想大便呢？一，因为昨天吃了麻辣锅。二，明明只是经过内衣店啦。三，其实没有同居啦。四，去年我就已经转学了啦。五，回美国投不到票了啦。哼，知道答案的小朋友，请把答案连同银行账号以及提款卡和密码寄到以下信箱，幸运者就可以得到国防公仔一个哦。